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的《生活在中国》，我是主持人雨兰。上节课，大家跟着我的脚步，一起来到中国政治和文化的中心北京玩了一圈。如果说北京是你旅游的第一站，那么我们今天要介绍的城市，绝对是你不能错过的第二站。它是中国的第一大城市，也是中国的经济、金融、贸易的中心，上海。上海位于长江的出海口，是一个不断发展、日渐强盛的现代城市，是中国最大的商业和金融中心，也是重要的国际港口。从19世纪开始，上海就凭借着自身良好的地理位置，成为了东方贸易交流的中心。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后，上海进一步扩大开放，加强与国内外城市联合，用包容的态度吸引了越来越多国际大公司的目光。加之上海通往国内外的交通十分便利，因此它逐渐成为了一个现代化的国际大都市和了解中国的重要窗口。20世纪90年代以来，上海先后建成了一批享誉国内外的标志性建筑，构成了一道迷人的都市风景线，被誉为城市绿肺的人民广场，有创造了10个世界第一的东方明珠塔，有现代化建筑景观聚焦的外滩，以及南京路步行街、上海博物馆、上海大剧院、上海城市规划展示馆等等。如果你到上海来，千万不要错过这些地方啊！也许很多同学见过这张照片，这是在上海著名的景点外滩拍摄的。19世纪，外滩是黄浦江边的一片自然滩地。江水减少时，这片滩地就会露出来；江水增多时，则会被淹没，因此得名外滩。随着清朝末年，多个国家在上海设立租界，一座座具有西式风格的建筑在这片空地上拔地而起。新中国建成以后，这些具有异国特色的建筑被完整地保留了下来，成为了上海一道独具特色的风景线。时至今日，仍有不少公司、机构在这里办公，如中国银行、和平饭店、海关大厦等等。它们让这片具有百年历史的老建筑群焕发了新的生机。夜幕降临，外滩成了观赏夜上海的最佳地点，大家一定不能错过哦。各具特色的建筑在灯光的映照下闪闪发光，就像用黄金做成的一样。外滩广场上，来拍照留念的游客，来休闲散步的本地人，穿梭在车流和高楼大厦的灯光中，享受着黄浦江上吹来的微微江风，欣赏着沿江两岸的
美景、风光，也充分感受着上海这座国际大都市的迷人魅力。了解了上海的著名建筑和著名景观，我们再来说一说上海的经济发展。上海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城市，也是东方贸易的中心。说到近几年上海的发展，不得不提的就是浦东新区。我们先来看一下上海的地图。之前就说过，上海位于长江出海口，是黄浦江长江的最后一条支流。它流经上海市区，是上海的重要水道。因为黄浦江穿城而过，所以将上海分成东西两个部分，也就是浦东和浦西。我们要介绍的浦东新区就位于黄浦江以东，与外滩隔江相望，具有极好的地理优势和良好的开发条件。近几年，浦东新区先后建立了陆家嘴金融贸易区、金桥出口加工区、外高桥保税区、张江高科技园区、六里现代生活园区、华夏文化旅游区等六大示范功能区，逐渐呈现了一派繁荣景象。上海不仅是经济贸易中心，更是文化交流中心，不单单是中国传统文化，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形式都汇集在了上海，让人们可以不出国门就领略到世界的多样与美好。现在规模或大或小，风格千万差别的演出、展览场所遍布上海的各个角落，有历史较长的专业场所，如东方艺术中心、上海大剧院、美琪大剧院等，也出现了不少以个人特色为主的私人工作室和私人画廊。但无论是古典还是前卫的，西洋的还是民族的，高雅的还是低俗的，在上海这个具有包容性的城市，都能找到自己的一片天地。今天的上海是一座极具现代化而又不失中国传统文化的大都市，这里至今仍保留着各种历史遗迹和富有特色的园林，有1000多年历史的龙华古寺，有介于三国时期的静安古寺和国内外知名的玉佛寺，也有号称江南名园之秀的豫园等等。同时，这里还有很多革命遗迹，有诞生中国共产党的中共一大会址，有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的故居，有一代伟人毛泽东、周恩来同志的住处，也有文化巨匠鲁迅先生的故居。繁华的大上海处处显现着它独特的魅力，令人着迷。好了，关于国际大都市上海，我们今天就介绍到这里。接下来，让我们一同进入本节课的复习时间吧，看一看这节课我们都学到了哪些词语和句子。词语：
交流，动词，交流意见，交流大会。我想和你交流一下我的想法。加强，动词，如果成绩不好呢，就得努力加强了。部队加强了对这方面的保卫。态度，名词，态度端正，请注意你跟我说话的态度。这个服务员态度很好。规模，名词，庞大的规模，这次活动的规模不小。强烈，形容词，这次地震震感很强烈。听完这个故事，我的心中出现了很强烈的感受。风格，名词，不同的风格，这个餐厅的风格我很喜欢。高雅，形容词，高雅的艺术，高雅的音乐，这位女士看起来很高雅。繁华，形容词，繁华的都市，这座城市夜景很繁华。随意，形容词，来到我家不要拘谨，随意点。周末到了，小丽和朋友在大街上随意的漫步。着迷，形容词，我为这个电视剧的剧情着迷，他对电脑游戏很着迷。句子，凭借着，这个句子是指在某事物或某人的帮助下，某人或某物得到了某种发展或改变。例如，凭借着地理优势，西藏成为了最神圣的旅游目的地。凭借着过硬的技术，他获得了本次比赛的冠军。说到不得不提的就是，不得不是一个双重否定句，表示强烈的肯定之意。所以这个句子的意思是，说到某一事物或人，一定要提到的是，而省略号中应该加入这个人或是最具有特点的地方。例如，说到北京，不得不提的就是故宫。说到王丽，不得不提的就是她那双灵巧的手。一派的景象，这个句子是对景象的描写，而前面的量词需要用到的是派。例如，这个城市一到晚上就展现出了一派繁荣的景象。秋天到了，麦田里一派丰收的景象。或，这个句子两种情况中可能出现某一个，也可能出现另一个。例如，这里的树木或高或低或粗或细，都为人们带来了阴凉。我们或多或少都经历过这样的事情。好了，同学们，以上就是我们对上海的简要介绍。这座年轻有活力的城市是中国的经济、金融、科技、信息、文化中心，也是很多年轻人创业梦想开始的地方。如果你想了解它的前世今生，不妨来上海看一看，感受一下这座城市融合传统与现代的别样魅力。那么，我们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啦，下节课再见。